失误了，4-2，好球。球再来，这一看就是练的，今天俩三分了吧，可有信心了。好球，得需要艾伦杰，就反正呢这个外援啊，或者说美式球员，他的这个受伤之后啊，很多想法其实跟咱们国内球员不太一样，他不会说我。好球，好球。再杀，哎呦，这球我看到阿联的影子了。AJ 自己来，还不递他中距离投高难度后仰。这边广场这边压节奏了，但是你现在只领先5分啊，还有2分钟的时间。好球，漂亮，来吧，2-1，好球。这是今天广厦打了最流畅的一次进攻啊！一次进攻啊！